超多阵头，全台都来斗热闹。新北市玄天上帝文化祭 EP5 2020年11月22日观看次数1209次。2020年11月23日14:1分享储存蔡俊南铁之霸 1.37 万位订阅者。109年11月22日农10月8日日2020新北市玄天上帝文化祭庆典红毯会场，新北市泰山区泰林路一段文成路口泰山捷运公园机场捷运站 A5 站。执年主办公新庄玄和宫。上午8点各队伍于新庄福寿街中原路交叉口头前国中出发，直行福寿街左转福乐街仁爱福德宫，直行明月街，直行公园路左转民中街，右转民中街43巷左转中正路新庄的藏安。执年主办新庄玄和宫队伍前往庙前参礼，三众玉金针法堂相案，右转中正路，右转中港路，中港错福德祠蒋义长服务处，直行中港路左转中港一街，执年主办单位新庄玄和宫，右转中和街，右转中港三街，左转中泰街，直行中城街53巷新庄三元玉虚宫，左转中城街新庄天明宫，执年主办新庄玄和宫，松波岭寿天宫队伍前往宫前参礼，新庄振兴宫，执年主办新庄玄和宫，下营北极殿玄天上帝庙队伍前往宫前参礼，右转中和街，左转幸福路，右转泰林路一段，左转入主坛。协办单位台湾省道教会玄天上帝研究会，辅仁大学宗教学系，台湾民间宗教学术中心，中国禅和道教会新庄区里办公室，中泰里办公室，中宏里办公室，中和里办公室，恒安里办公室，中城里办公室，中港里办公室，中美里办公室，励志里办公室，信义里办公室，仁义里办公室，新庄区各国民小学，泰山区各国民小学，中泉里办公室，仁爱里办公室，南投民间松波岭寿天宫，南投吉吉武昌宫，南投草屯圣玄宫，下营北极殿玄天上帝庙，府城旧岭北极殿大上帝庙，六合敬开基灵佑宫，玉井北极殿，白河全安宫，南西北极殿，普子配天宫，普子北极殿，竹崎真武庙，眉山玉虚宫，麦寮镇南宫，斗南顺安宫，林内敬雄宫，口湖普明寺，大辟大德村北极殿，大辟大河街三山国王庙，大辟博彦岸天圣宫，花坛三家春三玄宫，花坛宝玄堂，园林恒文宫，田尾赵天宫，和美还社北极宫，田中顺天宫，大甲镇兰宫，外埔无极三清总道院，无七安良港永元宫，无七真武宫，大理万安宫，后龙大山寿天宫，后龙山宅顶北极宫，新竹佑圣宫，凤岭玄天宫，香山庆安宫，中立玄天宫大悲殿，中立慈惠堂，八德天山慈惠堂，龙潭普南宫，北天真武玄才殿，龟山区武德镇龙宫，大溪圣婴堂，坤元洞府，三众仙色宫，新庄的藏安，
新庄慈幼宫，新庄武圣庙，新庄宝元宫，新庄广福宫，新庄全安宫，新庄佛光山泽善寺，新庄后港慈惠堂，新庄中港错福德祠，新庄三元玉虚宫，新店黄义宫，基隆济安宫，基隆玄风宫，大龙洞保安宫，大直玄玉宫，木栅指南宫，松山北极殿玄天上帝庙，外澳接天宫，八里紫皇天乙真庆宫，八里北极宫，三重天武宫，三重玄德宫，三重对山堂，三重六玄宫，北方玄圣殿，三重真武宫，三重玄圣殿，三重正玄宫，三重威天宫，三重玉旨玄帝宫，三重正义帝品殿，三重玄极宫，三重旨玄宫，三重玉旨玄武宫，三重玄皇宫无极殿，新庄玄天宫，新庄北圣宫，新庄北天宫，新庄正兴宫，新庄天明宫，新庄玄皇宫，新庄和天宫，新庄紫霄殿，新庄寿玄宫，泰山北极殿，泰山玄玄学堂，五谷玄安宫，五谷贺圣宫，五谷玄天宫，五谷九龙顺天宫，五谷玄顺宫，五谷武当山武真宫，平陵宝平宫，石门无极日月慈母殿，石定九龙山上帝宫庙，新店德玄宫，新店真武山寿玄宫，新店真武宫，新店玉旨玄圣宫，永和三圣五龙宫，永和敬天宫，中和邪生庙，中和一天北和坛，中和慈祥宫，板桥无极北圣宫，板桥圣玄宫，北桥北极坛，板桥文德宫，板桥镇龙宫，土城玄天宫，土城福景宫，土城元吉圣玄道院，土城黄圣宫，树林玄真府，树林金吾宫，树林清圣宫，树林无极圣行宫，树林昭灵宫，细指玄法院，三峡北极宫，三峡载书庙，三峡镇天宫，三峡北斗殿，莺歌玄寿宫，莺歌北翼玄圣宫，莺歌观惠宫，淡水真武庙，淡水竹林慈玄宫，淡水太净坛，淡水六块厝慈玄宫，淡水贤孝玄圣殿，淡水玄武宫，淡水玄玄庙，三支真武宫，三支北新真武宝殿，泸州寿玄宫，泸州凤山太真宫，泸州九天宫，台北镇嘉惠馆，新店天意真庆宫，石门北海宫，树林关帝庙，三峡圣福堂，阿育首宫神将工作室，祥兴管龙师团，小鱼细指太兴社神将，感谢阿育首宫神将工作室阿育师婷婷姐一同邀请参与2020新北市玄天上帝文化暨大鱼小鱼镇之魂活动企划，因押车队出军2020新北玄天上帝文化暨大鱼小鱼土城黄圣宫进献镇之魂活动企划 ，and 飞翼舞团辣妹热舞绵羊蒋江大鱼小鱼玉京真法堂恭迎祖庙府城旧领北极殿大上帝庙玄天六上帝圣驾大鱼香案地点新庄的藏安牌楼旁小鱼通霄天玄堂力挺张府协尊堂小法团协助集集武昌宫协圣坛小法团参加新北市新庄区玄和宫北极玄天上帝文化暨大鱼
小于花坛尊玄会北中南联合小法团担任吉吉武昌公玄天上帝教后送一直庆赞2020新北市玄天上帝文化暨大于小于双北爱台客 and 台北靖王会 and 嘉里泰盛会 and 下营后安公呼呼团联合担任下营北极殿教班一直大于https://www.youtube.com